各位，我哋嚟到呢个6月9日咧反送中嘅运动啊示威嘅现场啊，呢度地方系边个地方呢？啱啱由台北嘅自由广场嘅牌楼出发啦，咁啊经过呢段路咧就系警察专门开路啦。咁啊台湾申请路权咧，即系呢一个集会游行示威咧，基本上唔需要咩不反对通知书或者批准嘅，系报备之后咧，经过警察嘅安排，佢负责维持秩序。咁所以呢一个集会游行法咧，同香港好唔同。咁我哋经过的道路咧，基本上咧，一般咧都好多车经过嘅。大家睇下有几多面旗帜喺呢个地方度啊？光复香港、时代革命啦，跟住47个人嘅群像啦，表现出对47人案嘅支持啦。仲有各个公民团体啦，喺个现场度咧，负责系三阿旗，带领好多嘅群众。咁啊，现场有李鸿志先生咯。亦都會有其他嘅人。旁邊呢個地方就係總統府樓，呢度就海達格林大道。咁警察喺度指揮緊秩序，就催促我哋快啲過馬路啊！咁我哋就繼續喺度同大家用輕聲細語同大家去講有關嘅熱鬧。咁大家去到呢個偏嘅一條路，就搬出中間嘅行車線，俾翻車咧行駛啊！前面就是總統府，咁而咧，現場有好多台灣嘅年輕人，年輕人嚟參加呢一場遊行。而睇到好多人咧，好啦，跟住就到 Casey， 即係黃國才先生演講，聽聽。2019年反送中運動，我最喜歡的一句說話就是。不是因为看到希望所以坚持，而是因为坚持所以可以看到希望。反送中运动已经5年了，3年前我来到台湾，跟现场很多人一样，经历很多生生活上面的起落，在失落的时候在听愿荣光归香港，会提醒我香港人一起捍卫民主自由，做对的事。政权打压从来没有停止，还把荣光变成禁歌。但无论政权如何搞，这首歌已经在我们的血里面，是一首 inner music inner song。 今天站在这里，我们就是歌里面的同行儿女，为正义时代革命。最近我参加了台湾的青年行动，见到不同年龄层的台湾人出来守护台湾，守护民主。希望大家可以勇气自卫无灭日坚持下去。好了，讲广东话。在2014年的雨伞运动和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，其中一句我最喜欢的说话就是，不是因为见到希望所以坚持，而是因为坚持所以见到希望。反送中运动已经5年，3年前我来到台湾生活，和在场很多人一样，经历新生活上面的起低跌宕。当我失落的时候，听回愿荣光归香港，会提醒我
香港人一起捍卫民主自由，做对的事，政权打压没停过，甚至要将荣光变成禁歌。但无论政权怎么做都好，这首歌已经是入了血的，怎么都拿不走。这首歌是 Inner Music Inner Song。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，就是歌里面所说的同行儿女为正义时代革命。最近我也有参加台湾的清剿行动，见到不同年龄层的台湾人都出来守护民主，捍卫自由。希望大家勇气、智慧、分裂咁坚持下去。多谢大家。那接下来就是下一位要介绍的是，我哋下一位嘅要介绍嘅就系西藏台湾人权联署嘅秘书长扎西士啊。咁西藏台湾人权联署前系来自台湾不同领域嘅人权 NGO， 最主要其实佢哋系包括西藏人同埋台湾人。好，我就繼續遊行啦。咁亦都有西藏嘅代表嚟發言嘅。不過我先暫過一段落先，咁我哋遲啲再見啦。